你平常都会在那边练舞吗？假日或是平日晚上。所以我介绍一下，你刚刚跳的这个舞风是什么？这一支算是 K-pop 吧。K-pop 的它的这个灵魂的那个精髓在哪里？精髓应该说那个点，动作的点。示范一下。就假如说，那简单的动作来讲好了，就一个点，它就一个点，然后就是有那个点停住，然后再接动作，这样子。他们会扭是有练过的。对，因为我都会去看回归舞台，效仿他们这样子。通常都会花多久时间在练舞？练舞吗？一天的话大概4个小时。就是有上班晚上，有时候下班，一个礼拜可能1到5吧。平日的话，来3天，假日1天这样子。那是什么工作？我是类似那种会计。公司的同事知道你会跳舞吗？知道。如果你不跳舞的话，是会全身不对劲的人。算是，对，就是因为就算没有跳舞，脑中还是有那个音乐的旋律跟动作浮现出来。所以你平常比如说搭公车或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会自己开始扭动？不太会，因为毕竟有点丢脸。可是会有一点，手还是会有时候稍微去动一下这样子。有稍微去动一下这样子。所以在公司会表演吗？今年尾牙是负责排舞。那你会上台表演吗？会。对，就是目前排舞的阶段排到什么地步了 ？hiphop 啊之类的这一种比较帅气一点的，还在想啦，就是还没有出来这样子，还有一个结构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你除了可以扭之外，你也可以跳比较刚硬的 hiphop， 比较偏 freestyle 这样子。那你可不可以待会再帮我们跳去 freestyle， 然后很动感的那一种，是很投入的那一种。好。